好，哎，我是大庆的，我今年是第二次骑脚踏车，那我听到你没有来，我心里好想你哦，所以我现在要分享我去年骑脚踏车后跟今年的一个骑脚踏车的一个神恩典，那我希望父母听到说看我一样哦，我们荣耀上帝，谢谢主。叫我在三月的时候要分享，那我就预备。等到那一天要分享的时候，我吓到了。地点是在新店的新庄。那一天是1919成立20周年，他把前行的所有的一些的相关的一些的合约的有关系的有感一些的协助的所有教会的牧者。好凉快，速度很快。可是谁告诉我，要告诉这些贫困家庭，当你遇到下坡，遇到顺着做更加不造成，速度很快，前面一个小坑洞，一个小石头，一跌倒，那个受伤更严重。所以你要告诉这些做贫困家庭是，当他们收到几万做助金，他们收到15包，他们的孩子。好像生活改变了，你知道吗？结果一开始他们把这个钱做什么？吸毒、喝酒、吸毒，然后让这个家庭越来什么越来越严重。所以要告诉这个家庭，当顺境的时候更要照顾。第三个。我很自信的，因为第一眼骑过啊，所以应该没问题啊。可是进来第一天，我不想说我的轮胎后轮破掉，我一直骑，加倍双倍一直骑，骑到两脚抽筋，我抽筋抽到什么？我没办法走，我没办法上车，是前方把我抱着，他把我上车，我真的很痛很痛。那天晚上，
相信我们要每天爱你，对，你就有心脚踏这个世界，你到教会里面去看，还有有人在分享他的那个状况，你心里这么多可怜，我们要多关心他。你只有在还台的这14天，你前面的1个月财政募款会贫困家庭募款，没有达到目标。其他的你喜欢单车去玩，你做什么？你的生命做什么？然后你跟你孩子讲，你跟你弟兄们讲，我好棒哦，我得癌症呢，我60几岁呢，我口水一淌，我还是骑单车呢。Yeah.